标题。大人物正面刚海报，王千源演绎热血小警察，搜狐娱乐讯，将于1月11日上映的警匪动作电影《大人物》近日曝光正面钢板终极海报，正邪双方狭路相逢，小警察绝不退缩，直接正面较量，扳倒大人物刻不容缓。王千源狂虐富二代，在此次发布的正面钢海报中，与墙外闪烁着万家灯光的城市光景，遥相辉映的城市夜景，遥相辉映的是墙内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正邪对决。正中央的小警察孙大圣王千源是与变态富二代包贝尔是相对而立，眼神狠狠盯住对方，两人中间的墙上隐约有光影图案，这图案赫然是跳楼案的受害者修车工陈永强遭遇强拆的画面。而周围的正邪两派成员早已打成一团，吴队长王艳辉胜将崔京民反手压制，王迅是王迅则趴在地上表情痛苦。警队一只花高亚男区晶晶是一脚飞踹一个打手，画风堪称刚劲利索。警队的另两位成员小五周游士和大壮韩叶周氏使出浑身解数，一个骑在保镖身上，一个搂住对方脖子欲攻击其下体，给这个本该剑拔弩张的场面增加了一丝喜感。包贝尔演绎变态富二代，之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导演吴柏表示，这次大人物讲了一个最接地气的中国内地颇具现实话题的故事，而且是一个充满了正能量的故事。虽然小警察勇斗黑恶势力力量悬殊，但是沉默就是帮凶，总有人在挺身而出的精神，最终会让大家都产生共鸣。影片将社会现实话题融入电影故事中，向观众讲述了真实痛快又不失幽默的正邪较量故事，被许多观众评为开年最解气的正邪对决。王迅饰演崔京民，影片由吴海导演，王千源、包贝尔领衔主演，王迅、王艳辉、曲晶晶、周游、韩介周、盖月熙主演，刘敏涛特别演出，梅婷友情演出，乔振宇、潘粤明、刘天佐特别客串，将于1月11日全国上映。王艳辉饰演吴队长，警队日常太有爱。